个招呼好吗？现场来用纸杯看是不是？现场的。他说现场。大哥，好久不见。耶、yeah! ！今天很开心。你们懂我，你们懂他的心意的。来到这个现场跟大家见面。Hello。Hello， 哇。就算我感冒没声音，我还是要跟大家。耶、yeah, 哎呀真的好感人哦，因为大东的声音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天气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声音身体抱恙，但是我们还是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希望你身体赶快好起来好不好？但是你知道，所以我们要来展现一下你的那个超级销售员的实力 OK 吗？OK， 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功力咯，所以呢我们现场也有准备了这个我们的小丸子门市的这个明星商品来介绍一下好了。嗨，这个我帮你翻译，这个很好看，呵呵，很可爱。好看吗？他当然说好看啊，你们两个、哦、对他很可爱对不对？而且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12寸的这个樱桃小丸子的玩偶对不对？他因为他非常的好抱，非常的可爱，而且可以陪伴着你看我们的这个最新的 model 来为我们展现一下2019年的秋冬新造型对不对？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疗愈，所以呢可以陪伴着大家呢在任何的时候都有温暖的感觉哦。耶、yeah, 好可爱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补一下，麦克风拿下来之后来补。是超可爱的，超可爱的，这么可爱怎么不赶快带回家？对，这么可爱怎么不赶快带回家呢？好，那我们要不要让大哥来看一下收麦克风？没错，来拍一下齁。 OK，